第36题，若大熊在店内挑选了一盒看起来是黑色的莓果，请问这盒莓果原本的颜色最不可能为下列何者？因为店家将发出白光的日光灯上都贴上了绿色玻璃纸，所以它整个房间都是绿光的，因此照射上去，除非原来的是白色或者是绿色，它就会呈现绿色之外，其他的颜色都会呈现黑色。所以呢，我看起来是黑色的莓果，它就不可能原来是绿色或者是白色。因此，第36题问我们说，请问这盒莓果原本的颜色最不可能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绿色。